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袁弘排舞教室。今天分享去年的圣诞节，等舞四个八拍，左脚起步，四面墙的舞，背对大家来做演示。12点钟方向，我们起步是朝斜方向前进，左脚点踏点踏，前回掐掐转，到6点钟方向。第二节做斜方向斜方向的踏点，踏点停一拍，拍拍手，踏点停，踏点拍，踏点拍。1+2+3+4+5+6+7+8。第三节前四拍做摇椅步，前回后回，后四拍做爵士转向右边，前转行前。第四节前四拍做蒙特罗转180度右点，缩转180左点并，后四拍右掐掐后纽约，然后从头。这第二面墙就从9点钟开始，我们口诀带一下：点踏点踏，前回掐掐喘，跳点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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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前回后回，前转行前，右点收转左点并，右掐掐后纽约。我们现在来数拍：1+2+3+4+5+6+7+8，2+2+3+4+5+6+7+8，3+2+3+4+5+6+7+8，4+2+3+4+5+6+7+8。跟大家分享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